台大研究团队解开史特拉第瓦里琴天籟之谜。因乐史学家长期来怀疑小提琴制琴师其实想模仿人声，台湾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戴环清率领的研究团队解开了意大利16世纪到18世纪制琴师是如何做到的秘密。英国卫报 The Guardian 和法新社报道，台大研究团队请一名专业小提琴家演奏15把名琴，包括1570年制琴师阿玛蒂 Andrea Amati 制作的一把琴，其他还有史特拉蒂瓦里 Stradivarius 家族制作的名琴。研究报告刊登在国家科学院学报 PNAS。 首先，研究团队在台南奇美博物馆请一名专业小提琴家演奏15把名琴并录音，再来录制年龄介于16到30岁，各8名男女，他们唱诵英语母音的声音。根据报告，他们发现1570年阿玛蒂小提琴和1560年达萨罗 Gasparo da Salo 小提琴的声音与男低音及男中音相似。这段时期的制琴大师模仿男生设计小提琴的可能性提高。史特拉蒂瓦里小提琴的共振峰较高，近似男高音及女低音。